2016年度盛典，年度最佳男电台主持，第三名柯巴东，第二名水观音，第一名大佛。哇哦，有请他们。同时我们有请颁奖嘉宾欢聚时代副总裁刘宇金先生为他们颁奖，有请。有请一下刘总。这样啊，玉石哥，这是相当会说的一群人。当然。怎么了，什么人？看到我们中间的这一位没有啊？这个就是在 YY 里面嘴特别特别厉害的，这个号称搞笑天皇的大佛。而坐在这个，而在我们的这个今年的亚军呢，就是来自我们的这个水观音，他是一个喊麦的一个主播。您知道喊麦吗，玉石哥？喊麦啊？对，不知道。不知道。那你看你怎么接、哎。好，那我们把这段跳过去。对。大佛，你的嘴特别厉害，来，有请你的时间。非常的开心，大家好，我是五帝传媒大佛。非常的开心能取得今年的 NJ 的电台第一名。首先的话要感谢坐在台下我的恩师力哥，把我步入这个 YY 之上，更要感谢今年一直支持我的这帮大哥还有这帮兄弟姐妹，也有今天到现场的我凯奇大哥还有等等的奋斗哥这帮大哥们，更要感谢的是佛家军一直对我大伙的支持。展望2017，我会更加的努力，把更加朴实的搞笑献给所有喜欢我的兄弟姐妹。谢谢，谢谢大佛，也感谢所有的三位，恭喜你们，谢谢，加油。